臣在，把这些奏折发交军机处，代寡人签批吧。遵旨。喜宝，臣在。这几天你到张廷玉家有没有见到朱军？见到，姑奶奶，而且跟张夫人相处的极为融洽呀。哦，朱军有没有说几时回宫呢？这个昨天他就回来了。白公明，卑职在，把朱军给寡人找来。遵旨。哥哥，我来了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朱军呐，你跑出去了几天，哥哥真是为你担心呢。哦，谢谢哥哥了。朱军。 哥哥这几天仔细的想过了，如果朱君平不再跟哥哥为敌的话，那你和朱君平之间的事，哥哥就不再计较。那怎么可能呢，哥哥？不过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的事情，朱君平的事算了。哦，你真的那么想得开吗？哥哥。 这当然是了，不过哥哥你可得当心点，不管是朱君平也好，吕四娘也好，他们对哥哥你和我们来自关外的人，总是不能妥协的。<笑>所以，哥哥要彻底的消灭少陵。哼！启奏皇上，内大臣逍遥有急事奏报。 宣他们进来。遵旨。皇上有旨，宣萧大人觐见。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先前你在嵩山断鸿崖，朱君平见下。 是哪些人上了西门千里？回皇上，只有朱君平一个人。朱君平只剩下了一只独臂，西门千里的剑快如风，他怎么杀得了他？回皇上，据派在嵩山断鸿崖的侍卫回报，朱君平杀了西门千里，似乎也十分的吃力。哼，朱君平。 你杀了寡人的败弟，寡人怎么能饶得了你？皇上，臣已想出一计策，可以诱使朱君平自投罗网，将他活捉生擒。哦，大师兄，什么计策啊？法不传六耳。哼，皇上，臣此计策。 暂时需要隐藏，臣请皇上暂不过问。只要你能把朱君平给抓了，寡人不计较这些。谢皇上。大师兄，你的。
你的花样虽然多，可是那朱君平也不是傻子，他怎么会上你的当？姑奶奶，君子可以妻之以方。再说像朱君平这种人，自视为侠义道中的君子，我要诱他入鞘，简直易如反掌啊！哦，皇上，臣告退。 大师兄一向是诡计多端，如果他真的这么做，那朱君平一定会上当的。可是我又不便再去少林，谁能帮我告诉朱君平，不要再跟逍遥打交道？ 你在想什么，哥子？我在想，要是有一天你抓到了朱君平，你会怎么折磨他？<笑>很简单，叫他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哥哥行事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 哥哥，要是你抓到了吕四娘，那你又怎么处置她呢？这个，你这行侠仗义的金大哥，会不会又放了那满怀忧愤的侠女啊？朱君。 你居然调侃起哥哥起来了啊！哥哥，我是真为你担心。要是真有这么一天的话，哥哥，你可得好好的想想哦。朱君，你放心吧，哥哥我可要比你看得开得多了。哦，喜宝。 臣在，田文静回去了没有？回皇上，田文静回到了河南，但是今儿个一大早上又赶回来了。哦，宣他进宫。遵旨。是。皇上有旨，宣田大人等觐见。哥哥。 那田文静忽然又回来了，会不会是少林寺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最好是不发生什么事，否则的话，哥哥叫他们立刻动手。臣等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田文静，臣在。你怎么回去了？ 又回来了呢，回皇上，臣星夜兼程赶回，是想向皇上禀明一件怪事。哦，什么怪事？少林寺子弟约100人，化妆成老百姓的模样，在10天以前就离世他往。 知道他们的下落吗？臣已经查明，大部分的人已经来到京师附近。啊，嗯，喜宝，臣在。告诉九门提督，叫他们挨家挨户的搜查，务必要找出那些和尚的下落。皇上，京畿纵地动用兵主。 挨家挨户的搜查，这样不但扰民，或者还会惹起别的麻烦呢。喜宝，你怎么办事情这么畏首畏尾呢？皇上，老臣是怕京师一带会闹得满城风雨呀。哼，回皇上，顺臣君王说得很对，依臣之见。
最好是由大内侍卫暗中查访的好。嗯，好，细胞。臣在。限你在十天之内办好，知道吗？臣遵旨。田文静，臣在。你遇事机警，寡人十分的喜欢。你先回去。九月初一，寡人一定会赶到松山。臣遵旨，臣等告退。郑觉，郑觉，寡人要叫你瞧一瞧金永镇的睥睨手段。据说你们此次入京，一路之上最好隐秘一些，特别要分开走动。弟子遵命。太官，大内这条路线你熟，入宫以后你要多加小心，不可轻举妄动。弟子知道。奉旨。师父，你跟四娘一道要多多当心。弟子明白。廖英，你最好装扮商贾，独自行动。弟子记下。四娘，几位师兄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师父，弟子要走了。四娘，这次你们深入宫禁，诛除暴君，一切行动要小心谨慎，而且要快速准确。大内高手如云，稍一疏忽将会遗下终身憾事。弟子明白。你们走吧。师父，师父，弟子家门不幸，惨遭灭族之祸，迢迢万里投奔少林，幸蒙恩师收留，方免孤女弱侄葬身沟渠。师父，这些年来弟子多蒙师父，日日小以明祖大义，时时欲以光复忠诚，弟子实在是粉身碎骨，难报恩师于万一。四娘，为师可不是要你报答。你虽身负血海深仇，但为师又何尝不见淡江山恨国？四娘，为师引人偷生，为的就是要播下复国的种。师父，弟子深受恩师，岂能不报？可怜弟子吕氏一门只剩老母在堂，弟子从今以后难以奉养。四娘，大娘我会照顾的。阿元哥，谢谢你。四娘，令堂的一切为师的会照顾，你放心的去吧。一笑作忠，令堂会谅解你的。师父，弟子和四位师兄这次前去京师已经抱定必死之心，
不杀雍正暴君，誓不生还少林。师父，而今而后，弟子再也不能聆听教诲，晨昏定省。弟子还望师父多多保重。四娘，别这样。雍正虽然武功高强，他为师的断定，此次你们五人同行，暴君必将难逃死劫。四娘，去吧。是。师父，弟子告辞了。去。四娘，反手一剑，至身之计，不要忽略。是，家炳，我走了以后，师父的一切还请师妹你代劳了。师姐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的。阿云，见了娘，替我禀告一声，就说四娘不孝，为了国仇家恨，为了除暴安民，从今以后恐怕难以承欢膝下，难尽孝子之心。四娘，我一定会禀告大娘的，你们去吧，我们会等你们回来的。辛苦你了，师伯，弟子告辞了。阿弥陀佛。叔父亲弟入关，我汉家儿女既遭豪劫，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百万生灵，天师高我，你来雍正暴虐，招致天怒人怨，灾祸四起，民不聊生。我少林子弟慈悲为怀，报救世救民之志，岂能见死不救，任令百姓命入周口，听凭暴君宰割。你们今日灵山一别，为师深盼你们快马加鞭，直逼京师，为少林逐一暴徒，为天下除以毒夫，为芸芸众生求一安息之地，为汉家儿女争一口气。师父，弟子等虽然不才，必定不让师父失望。师父，为除此恶魔，虽遭杀身之祸，永无所憾。很好。师父，弟子等借此前去，不杀雍正，誓不回返。师父，雍正不死，弟子绝不离开大内一步。至坚金石，必定成功。你们去。是是是。弟子拜拜师父之恩，你师叔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
启禀太后，现有天山护法宫野良，执法堂堂主古白云，刑堂堂主陆天罡等求见。哦，快让他们进来。遵旨。请。靠近太后。太后。是你们三个呀，起来。谢太后。见过皇后。叩见皇后。平身。谢皇后。太后，姥姥接到懿旨，叫弟子们前来接姑奶奶回山。嗯，很好，有姥姥的见令，竹君就不敢不遵了。回太后，天山弟子逍遥被皇上要下山来，目前他又犯了杀戒，杀死了小偷柳胤，被老头丁不邪赶上了天山找姥姥理论，姥姥大怒，要弟子们下山抓回逍遥，罚他重新面壁试炼。哦，既然姥姥有令，这些事你们自个儿去办吧。太后，姑奶奶何在？哎，竹君最近时常的出宫乱跑，要找他，你们就让盖公明带着去找吧。启禀太后，姑奶奶现在已经出城了，三位如果要想找姑奶奶的话，恐怕得出城一行。如此有劳拜兄引路。那你们就赶快去吧。是，辞别太后皇后。原来是姑娘，姑娘的消息可真是灵通得很，在下才刚到京师，你马上就可以找到了。朱大哥，你知不知道，为了你们要来京师，我招待了好多人，一直守着呢。哦，怕我来？为什么？朱大哥，我哥哥要杀你。哦，哼，在下也要杀令兄。朱大哥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怕你来。你不知道，这些天，我哥哥在白天里，虽然要办理许多朝廷大事，但是到了深夜，哥哥一直都没有睡觉，独自一个人在御花园里练剑。我看，姑娘，哼，那是一为了要杀我。朱大哥，你想想看，若是为了对付别人，哥哥哪里会这样认真小心呢？多谢姑娘相告。朱大哥，我实在是左右为难。姑娘，在下很明白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去找过你。朱大哥，我希望你们早点离开京师。不行。朱大哥，可是除了我哥哥之外，还有别人要对付你。哦，是谁？逍遥客。哼，他不来找我，我还要去找他。朱大哥，你……姑娘，国仇家恨不是任何人能够化解得了。我，朱大哥。魏姑娘，在下希望不要再谈此事。朱大哥。姑娘，姑娘，月仙所借之剑特来奉还。这，甘大侠，我没有要你还剑啊。啊，姑娘，凯借此剑掌，甘某与俊平已经万分的感激，借而不还，岂不是有失英雄的本色吗？这，哦，
我明白了，甘大侠既然要还剑，我就收下。多谢师弟，大师兄要我来找你。哦，魏姑娘，在下告辞了。朱大哥，甘大侠，你们跟我哥哥真要刀兵相见吗？哦，姑娘，天地自有正气，万古自有纲常，忠臣义士唯独能行其事而已。区区等此志，百折密坚。姑娘，请回吧。我。朱大哥，明天你还在这儿吗？魏姑娘，出京时分，在下在这儿等你。好。甘师兄，师弟，大师兄在哪？咱们走吧。哦，不用走，我们来了。大师兄，师弟。这是大师兄的主意，好替你解除困倦呢。哦，杜师兄，魏姑娘走了。走了。师弟，魏姑娘哭得很伤心，这个可不妙啊。恩仇二字一旦纠缠，就难以划分得清楚。师弟，你刚才处理得很好。白师兄，小弟此时心智在军国之中。什么人？师兄，你看，明日出京，西山一决生死，逍遥客。哼，逍遥客，你不来找我，我还要去找你。不，师弟，此人诡计多端，你不能去。不，师兄，爹无影之仇必报，小弟怎能不去呢？师弟，我陪你去。不，师兄，我看这样好了，凤池跟太官呢陪君平去，不过只能在一旁助阵，以防他们弄什么诡计。我跟四娘呢守在住处，等候师父的命令。大师兄，谁会来传命令？荒山女，如果没有人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，以丑日行事。好。要了应他们，在提前三日丁亥日行事，否则少林将先行遭劫了。是。师父，魏叔君，我本无意誓约，但逍遥客约我在西山一决生死，我不能不去。柳兄，小弟现在就要为你去报仇了。下山之后可曾杀人呢？
竟是什么人杀的？我这弟子不是有心要杀他的。狡辩。当时如果弟子不杀他，他就要杀了我呀。柳无影之师早上了天山，要不是看在姥姥的面子上，定要取你的性命，明白吗？老神都上了天山，姥姥大怒，命本座陪同宫野兄、陆兄下山来抓你回去。大堂主，弟子不是有心要杀柳无影的，当时因为双方面出手的时候，弟子无法收手啊。这也算是杀人呢，既开杀戒，就不可以宽恕。跟我们回去。姑奶奶明天也要回转天山。大堂主，恭迎护法。我，你怎么样？弟子与人有约，是不是拼杀之约？是的。不，弟子是要为皇上，除去一名生平的强敌。皇上自己不去吗？是的。什么时间？什么地点？今日出京，西山坡地。宫野兄，别听他胡扯，出京已经快到了。哎呀，大堂主，弟子的话句句实言。你们三位如果不信的话，可以与弟子一同前去。不错，我们是要一块儿去。是真的吗？真的是出京？那我们要快一点才行啊。弟子就是急了这件事情，等弟子赴完这个约会，一定与三位一同回转天山。宫野兄，看样子我们还是陪他去一趟。也只好如此了。小雅，引路。是。奇怪，逍遥客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？蓝师兄，师弟，我看恐怕是逍遥客在弄鬼吧。嗯，我们叫师弟赶快走，别再等。朱师弟，哎，干师兄、白师兄、朱师兄，我们快点回去。为什么？师叔有令，刺杀雍正的事，提前到丁亥日三更执行。哦，那就是今儿晚上了。是。那我们快走吧。师兄，那逍遥客的约会作罢了。哎，除却雍正，还怕逍遥客不收手吗？对。好，走，走，快走。哎，人呢？难道说时辰已过，朱君平走了？宫野兄，逍遥一派胡言，一语拿下。大堂主，恐怕朱君已过了。哎，你在看什么？我是少林五虎阵，但是比较繁杂的多了。不错，不知道是谁画的。少林五虎阵漏洞很多，但是这个图不妙。那是朱君平在等我的时候画了这个图，现在他有急事，匆匆的离开了。这种时候会有什么事情？三位，陪同我一同回大内吧。为什么？咱们去大内救驾呀。咦，大师兄，你怎么会在西山呢？哎呀，师妹呀，快回大内吧，朱君平闯入乾清宫了。真的？哎，快走。我看这事儿咱们得认可信亲友，咱们赶快追下去。对。Thank you.
去御马寺备马，一个时辰之后，寡人要前往嵩山少林。遵旨。少林整理门户，为天下武林除你这窃国之贼，还侠义同道毒夫暴君。很好很好，寡人就多杀你们这五个人，叫你们到地狱去喊冤。喊冤大毒狠，使汉家儿女人人命若游丝，看茫茫神州处处哀鸿遍地，一时移民异士侠女英豪不堪被异族奴役，崛起于山林丛莽，屏障着铁血丹心，暴君雍正终于俯首。有道是奸邪必败，暴政必亡，这就是历史的明证。